快的脱产，因为现在党产不当管理员会已经在调查了，已经实质100%的认定了这个玉台开发事业有限公司是国民党100%的投资，所以奉劝国民党主动的脱下党产魔戒，不要满口仁义道德。他说我们民进党在政治追杀，其实那些财产原本就是国家的，原本就是人民的，所以政府把它收回来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5000万，那如果是市价哦，大概总共7亿多台币啊，7亿多台币哈。那希望这个7亿多的这个不当党产能够赶快还给全民，交易的人头或者是实质交易户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个党工，能够主动的挺身而出，把这个正义的真相向这个全国人民来告知哈，那让这个真正的正义能够转型成功。